Lucky 的甜甜圈晚安，我等等要先去吃个饭，今天比较晚是好，好哥晚安。Luca 觉得冰淇淋很好吃哦，你说那个提拉米苏酸淇淋吗？超级好吃，很好吃。Luca 的捷运节目上 YouTube 真的很好看，谢谢你。啊、哦，放心了。Luca 晚安，Sherlock 晚安，贝晚安，Luca 今天也很好看，谢谢你。我先整理头发。雕刻晚安，小易晚安。然后会前赛 Luca 的体育成绩好猛，Thank you。托尔酱晚安，我们应该是双山酷狗。林振东晚安，我有给阿嬷看，阿嬷说很好看，很好看，谢谢。小白兔晚安，我在吃饭，晚点再好哦。今天大家都比较晚吃饭，是不是？一 K 晚安，一汉晚安。Luca 还特地选贵的公柜吃美食，很聪明。没有啦，我真的海盐跟提拉米苏的话，我真的比较喜欢提拉米苏。我比较想问 Luca 外带多少饼干？那么怎么那么大？提袋？嗯？你说饼干吗？饼干我没有买耶，只是其那个经济姐姐好像有买。阿豆莎晚安，谢谢卡车送玫瑰。夕阳变成夕，对，夕，哎，夕阳变成夕阳。冠伦晚安，经纪公司出钱，当然挑贵又好，好吃的吃。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在公园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啊，小琴跟一家说，如果在。等等，再买一次的话，他们会选海盐。对，海盐比较不会腻的口味，提拉米苏比较的味道比较重。我个人比较还是比较喜欢提拉米苏，所以就是喜欢甜的，我建议吃提拉米苏。然后海盐比较有清爽嘛，嗯，就是不会腻。的那种感觉，But we love butter 那间，所以送来那袋是姐姐买的，对，不是我们买的。海盐比较不甜，对，好像，嗯，海盐比较不甜，太甜会容易腻。嗯，只是我个人觉得那个甜度还好，因为我很喜欢吃甜的，所以如果姐姐们叫我吃第二支的话，我还是会选提拉米苏。妈呀，这个别吃就好了。浩一晚安。哎，今天我已经看到有，我已经看到有人去那边踩点。ちょっと明るいな、今日。今天好像有点亮亮。嗯哼，一个加油吼，吼，好快，嗯，どれにしようかな。あ、これでいいや。前髪長すぎん？あ、そう、伸びちゃったの。切ろっかな。我是觉得再怎么甜也没有 Luca 强来的甜。谢谢，开心。どうしようどうしようとしたんだっけな。ちょっと待ってね。早く切りなさい。我应该不会特地过去，改天有经过再去买来吃看看。好，只是那个到9月多的样子，所以冰淇淋的话，赶快去吃。而且听说那个是梅州。还是每天，就是常常会改那个口味，海盐是固定的，只是听说还有什么荔枝口味的什么的，我真的蛮想吃荔枝口味。果然会喜欢提拉米苏的女孩，口味都是偏甜的。偷了酱，谢谢送我的西恩晚安，但是卢卡比较甜。贾古恩，谢谢送我的签到。华语晚安，卢卡主持节目表现很好，真的吗？其实他们两个比我会聊天。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知道哦，我跟他们一起就是主持的时候，其实蛮放心的。只是之后我也就是尽量讲多一点，不能一直依靠他们。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好可爱。第一次感觉不错，三道日好像只开到9月23哦，剩1个月了。我真心觉得那边的那个双麒麟很好吃。小易，谢谢送我荧光棒，如果这样我替你开心。养个综艺怪老屁股，OK 的。对呀，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对不对？一家是不是一家前辈是不是没有20？然后巧琴前辈才前几天20岁而已，好年轻哦。然后下最哦，那天超级热，真的天气超级好，而且因为那个飞机场附近，所以风有点大。番組の服にあってる、谢谢ありがとう。那是露比红茶的。那 个节目上可以多讲话，多讲话放开一点，你有综艺的权利。谢谢，我会加油。只是那天真的，一开始第好像第一次跟他们两个聊那么多，所以。一开始就听他们讲话，就是，嗨，上公妈妈，她小我3岁哦，那应该很年轻。今天比较忙，先挂听。好，谢谢林果带我去流浪，哇，好浪漫哦，耶！他们哥晚安，对呀、啊，自己要有讲话，画面比较会有。好，小魔方晚安。先生送我布，運動能力高くて何？驚き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切り出し胸を押さえて日差しにブリエット。アトフさん、我晚餐吃鸡腿照烧。哇，林狗送我好多猜拳礼物，ありがとう，好开心。草莓酱晚安。ワンピースに合ってる。じゃあまあ。ミンポさん、シェイシェイさんはなんか、サイコロ。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很ティラミスとティラミスとティラミス、三个哪里不一样？都一样啊。就是很ティラミス，该怎么讲？就是呢，就冰淇淋有一点咖啡的味道。话说，Luca 体育也太强大，难道是和牛？对呀、啊，就是为了想吃和牛，所以加油的。晚餐吃仙草哦，あの反復横跳びは神レベ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突然想起小琴在直播说他跟你要 LINE 的故事，哦，对，蛮久之前。しかし手がまあまあ受ける。手ってでも普通あんな感じだよ。基本的にここに固定するんだけど、ずっと固定しちゃうとダメだから、まあフリーが一番いい。こんな。我也喜欢牛奶、咖啡、冰淇淋。嗨，我也想吃，那家的冰淇淋。又打开我声音到底想，谢谢。欢迎晚安，很开心抽到 Luca 纸笔，我有看到你现实，哎，你破现实吗？我突然忘记，等一下，好像在 DC 看到，真的很厉害，Luca 没有 MVP 了吧？不一定哦，不一定哦，Luca 只要比赛用到脚的都第一名，对，我比较会用脚。Luca 我们一人一条冰，推荐女神师，好。ルカちゃん左手めちゃくちゃ上がってたよ。あ、ほんと？谢谢一晨送我荧光棒。这套是握手会。对呀、啊。信仰晚安。ルカ节目中很可爱。谢谢你。ちょっと音楽下げよう。タラタタタ。変わった。全部第一名，Luca 可以用台说叫我第一名。
旅の YouTube をまだアップされた、あ、アップされました、ぜひ見てください。なんか絶反対ルカティアの方ピアツ今日、え、眉毛めちゃめちゃ変な人だしない、有吗？还好吧。以前经常练，你说哪一个？跳远还是？贝，谢谢送我那个布。我喜欢。对，刘海真的有点长，只是我最近懒得剪，因为我搬家的地方那个洗手台有点窄，不方便剪头发。配信終わったらすぐ YouTube 見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見てください。坤坤先生、荧光棒。折返跳以前经常练，那个动作好标准。折返跳吗？也不是经常练啦，只是该怎么讲呢？哦，对，以前就是考体育术科的时候啊。就是大学考体育系的那个考试，折返跳跟立定跳远，然后仰卧起坐都要考。那时候有练，只是我没有什么教练，所以我自己练。瑞卡跳完那个充满自信的脸超级帅，哪里呀？啊，这个哈。可是姐姐练的比较就是。仔细一点，所以我一开始想说，哎，得了一点点。那个 Q 的稿是不公式，什么意思？有人说我的脸今天很奇怪，有吗？是因为亮光太大吗？肌肤亮，谢谢送我荧光棒。如果折返时上半身肌肤没动多少，哦，对，只要是动脚。哦，对，那个折返跳，我跟你们说就是。不是有三条线吗？然后那个线是一般折返跳要一公尺，然后踩到线就算一次。可是那边那时候就有点怪怪，他们说他们把那个线压到80公分，然后说不能踩到线，一定要跨过去。可是这样很难耶，我比较习惯一公尺，然后踩到线就可以。因为踩掉线就知道哦，自己有踩，只是跨过去真的比较难。但是就是姐姐说一定要跨过去才算一分，所以我大学以后立定跳远没有超过23里，路考真的很强，谢谢。哈利さん、デニムキシがよく似合ってる。ありがとう。体育系的考试项目，对，路考不止比赛第一名，气质也第一名。不会来一直开，不止今天吧，每天都。Beam 的理由，因为台湾平常没有在折返跳，好像日本才有这个项目。哦，原来，对啊，应该说比较少练就对了。会不会有跳高？跳高吗？哦，术科考试的话没有，不会练跳高。你做的很棒。台湾有啊，以前做过，我们就是要跨过去。对啊，哦，真的哦，了解。虾虾晚安。台湾一般运动会折返跳不是常态项目哦，运动会的话不会，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日本运动会通常都是跑步，然后跳远的话不是立定跳远，就是真的要跑的那种跳远。折返跳在台湾好像都是拿来训练体能用的，体育课做过哦，了解。所以有些人有做过，有些人没做过。瑞卡真的超厉害，谢谢阿华晚安。所以我今天我的脸哪里怪怪的，可以告诉我吗？是哪里怪怪的？我看一下自己的。不过根据我前几天算的数据，对 Daisy 真的不期不待。对，这个好像都是训练体能或是提示能的测试项目。运动会有带便当吗？会的。你怪可爱的，比较可爱吗？怪可爱。だから眉毛やって。おかしい、眉毛どこがおかしいの？眉毛很奇怪吗？我看一下哦。我觉得还好耶。
还是我重画。右が上がってる？よま？我为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一边比较新，我自己也看不太懂。所以白光时间一日可就是超级长哦，接力我蛮期待的。短跑、长跑都是我喜欢的。これ反転してるからわからん。刘海盖住也看不到眉毛，还是鼻子比较突出一公分。太好笑了吧？跟平常差不多的感觉，眉毛淡淡的，蛮可爱的。有去搭捷运吗？有啊。谢谢送我新智冠。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画一下眉毛。どこがおかしいのか、自分でもわからない。あんまり眉毛描くの得意じゃないけど、まあでも描くか。お、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どう？変わった？よ变吗？すごい美人になってた。我本来以为这节目你们会自己坐公司的车去，原来真的会搭捷运。眉毛没组组出没关系。哦，组组？哦，对对对对，もう片方だ。もうかな方？よ变黑一点。もうこっち？こっちの方がうまく描けたと思うんだけど。以上。何を見せられてるんだろう、他の方は。面白い。えへへ。あら、目は、不存や。おかしくない、お餅みたい。本当？ありがとう。ただ今日ね、ライトがいつもより明るいせいかね、顔が白いわ。もっと低くしたい。これぐらいかな。でもこうすると目に光がないんだよね。多少あった方がいいわ。OK？ OK ですか？OK！ あよそうすんの？ね。你们想先听运动会的事情，还是捷运的节目的事情？运动会吗？好啊。我先看一下那个第几名的那个运动会しか見てない。オッケー、運動会ね。あー、对对对对对。那我先讲侧部好了。那个侧部啊。因为就是数的人，就是不是专业的，所以，有些人好像有少算或是有踩到脚。只是没有被扣的那样的情况，所以虽然我拿第一名很开心，但是，就是对这个地方的话，真的蛮可惜。运动会也比完了，期待下周的 MVP 跟获胜队伍。Luca 应该拿到烧肉券了，不一定哦。Luca 跟祖祖很厉害，不愧是我的女神哦。对，祖祖也蛮厉害。田生豆粒王晚安 ，Luca 第一名我也很开心。谢谢啊，对那个杰星前辈，我发现他成绩是50，可是不可能，我算了很多次，他不可能不止，不可能只有50次，因为我一开始我那个看 Daisy 的时候啊，我个人觉得快的是那个柏林前辈跟杰星前辈，他们两个，只是发现。为什么杰星前辈在第20名？就觉得怪怪。那不然你算几次？我算至少有55以上。
我觉得折返跳矮个子的人比较有力。没有，其实没有。就是呢，折返跳的话，矮的人，等我一下啊，矮的人一定要跳远一点，然后高的人的话不用跳那么远，只是那个速度就不一定了。まあもう終わったことだし、まあね。だから次の運動会というか、はもうちょっとなんか、ね、公平というかなんというか。脚残有力吗？我觉得有，就是，脚残的人就不用跳那么远，就是一跨过去就可以跨了。只是苦哈那个跳很快哦，真的吗？米娅晚安，易凯晚安。只是那个的话，どうせ最後の項目で勝ったチームが1000ポイントだし。そのバラエティ、それバラエティじゃん。で、凯莉一定跳也好厉害。哦，谢谢你。比较公，不好意思哦，这个。ちょっと角度が今日あれおかしいの。立定跳远最公平的就那个吧，因为立定跳远就有明确的数字。仰卧起坐就是，先不讲。可是脚残跨出去要收回来很累哦，好像也对。所以脚残的人的话要收很快，然后脚短的人要跳很远。对，所以。最好的就是平均160公分左右的人最有力 超过170的人可能就有点远。对，只是这次的就只有80公分而已，而且要跨出去。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对，应该是160，还是160公分的人最有力。1公尺的话，因为男生也是1公尺。哦，卡莉莎，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そうだね。男でも1メートルだからどうなんだろうね。1メートルだったり170らへんがちょうど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ただ、80センチの場合だと160ぐらいがいいのかしらね。ゴンディン小姐晚安。おう。タピトロさん晚安。ミンチン晚安。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今日は本当に角度おかしいわ。ルカ有不擅長的運動项目。あ、有。就是游泳。游泳的话，我日本学校都会练游泳课。都有游泳课，只是。我真的就是呢，我再怎么努力也不会，都是なんだろう、後ろから数えた方が早かったわ。我再努力也，那时候的那个游泳成绩都是从后面数比较快的那种，而且其实。蛮害怕游泳的，你会游泳吗？我会游泳，只是不快，不是不会游泳，是なんて言えばいいんだろう。多分フォームが間違ってるのかな。あんまり正しくない。对对，50公尺我可以游，只是真的没有很快。通常都是卡在换气，所以我游泳的时候不会换气。我差不多游25公尺再会换气一次，这样子才会。有平均的那个速度，应该是我的那个提示可能姿势可能有点，不正确可能，平泳ぎじゃないよ、平泳ぎじゃ、平泳、あ、平泳ぎ、クロールと平泳ぎ、一応どっちも泳げるけど速くはない。20公尺才换气也太少，我觉得还好，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学宿敌的时候训练。到了吧，
我游得真的很慢，所以我掉到水里可以放心给卢卡救。怀怀不会游泳吗？玉安晚安。卢卡没有救过人。これ電気消したらどうなるのかしら。暗い。暗くなったぞ。晚安，山上附近好玩吗？好玩，超好玩。运动员的你心之类的，只是比较慢。对，他们谢谢送我荧光棒，所以我掉到水里可以放心给哦，这个我念了。卡尼桑，谢谢送我彩雪礼物。我看一下哦，巨大的肺活量。请问卢卡，我跟卢卡妈妈掉到水里，卢卡要先救谁？这个好难的问题哦。卢卡礼拜日几点？礼拜日吗？应该是八点半吧，还是九点？看一下哦。八点半。大丈夫，水泳の成績はどうでもいい。皆さん水着が見たいだけ。哦，真的吗？大家不会游泳成绩不重要，只是想看泳衣是不是？卢卡好喜欢你跟 Koha 的衣服。哦，真的吗？那是 Ruby 午茶提供的。小学学完再下一次就高三，所以忘记怎么游。你很瘦，所以很难的游。哦，有可能哦。冰淇淋感觉超好吃，很好吃。今天要电脑看，好的。我也当然先救妈妈。原来是叶佩的服装，没错。哎，我现在有那个衣服哎，那个可以带回家，你们知道吗？所以之后握手会的时候可以穿那件。Ruby 午餐的衣服呢？哎，你不知道吗？之前 AKB 前辈们有代言。我不会游泳，谁都不能救，真假的？でもどうなんだろうね。そう、私の運動なんだよ。水泳の成績は日本人の平均レベルに絶対満たない。走るのは早いのにな。なんでやろうね。ルカ握手会、我期待。错过了三次不能错过。好，原来不是师傅。对啊，我师傅没有什么好看的。我也不会，不能没有浮板的人。蜘蛛，晚安。水面走れば。忍者じゃないんだから。哦，期待下次我卢卡。不管卢卡穿什么，觉得都很好看。谢谢。体脂肪率が低いから。え、どうなんだろう。でも私、デブだった時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んなに早くなかったです。下次握手会想去找卢卡。好，等你。真的，我只有想学游泳过，后来就没碰过，也没有跟朋友出去过。周周，你不是要直播吗？真的假的？好吧。あとね、游泳じゃなくて。但是我觉得 AKB 应该不会有游泳比赛。嗯。多分ないと思う。だからそこは安心、所以有点放心。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以前有啊，真假的？以前有。那个游泳比赛是四十几个人一起游的那种吗？以前好像在节目上办过。你也不会游泳吗？我刚刚没听到。我会游泳，只是我游泳的很慢很慢。想看胖胖的那个脸是圆圆吗？对呀、啊、，TV 应该十分难有。想看泳装，职业带感那种个，残念ないと思う。多分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なんだろう。まあそのいろいろな事情があるので、いろんな事情。ね、走るのはいつでもできるけど、泳ぐのはいつでもできないから。那我溺水的时候，你就在旁边跟我说拜拜就好。欸，不行，你不会想学游泳吗？不过 TP 点点点不期待。TTP にバタフライを泳げる教師がいるか確かめてほしかった。
哦，星期三我冲浪，冲浪失败。大丈夫です。成績はどうでもいい。水着が一番美しい方がナンバーワン。あ、真假的？那我还是不能拿ナンバーワン。那ルカちゃん会救溺水的人吗？我没有救过人，我应该是被救的。可恶，冲浪失败。如果成功的话，会变怎么样？是因为我讲游泳，所以你送我跟水有关的礼物吗？是，水着はルカちゃん後ろから数えた方が早い。見たことねえくせによく言うわ。お疲れだ。我变成最强新人王，哟吼！卢卡，我会慢慢学的。好，假装溺水了，通通什么？他们没有讲一句，冲浪成功可以帮你增加人气。溺水有人溺水，不是专业的求生员，还是不要乱去求比较好。大体わかるもん。何が大体わかるの？ルカ放心，我会 CPR。呵呵呵。哎，我看一下，我这个照片是，还是觉得好暗呢。放心，我溺水的话绝对不会是装。那 听说溺水的话，真的溺水的人不会这样，就是真的会慢慢的，什么都不能讲话。ルカちゃんの水着はどこら辺のランキングかわかる？え、でも見たことないくせによく言うよ。我才不会给你看的，放心。So，昔のやつ。这是我之前出去宿务的时候的照片。应该有泳衣装，可是不是泳衣装。我觉得蛮好看的啊，自己讲。でもこれ見せていいのかな？ダメだよね、多分。多分見せちゃダメかもしれないから、他のを探そう。ダダン。難しいわ。只是这时候比较胖，比较黑。泳衣装我不确定能不能给你们看，所以我先顔だけは隠せば見せて。なんで顔？ 3秒までならセーフ。でもなー。やだ、スクショしないで。いや、这时候比较胖一点。有那个、这边、没有下巴。誰の水着かわからんから。あ、そういうもの？泳衣装不能公开哦。好、不要让ルカ犯规。好嘞。对。不能公开就不要公开。还有什么？パッと見ね。これさ、後ろ姿だけダメかな？透けてない？あ、透けないタイプか。你现在看起来比较可爱。对呀、啊，现在真的比较好看一点，好看一点点，好像夕阳的毛线衣。不能公开，ルカ拿来贴膜给我看就好。哦，他。我偷偷觉得你自己说胖胖的话，其实是没胖，是吗？でもあの時はここがなかった。顎がなかった。之前没有下巴。欸，是有下巴，只是比较不明显。好吧，泳衣装不能公开就算了。一小，可以让卡妹放出卡妹。对呀、啊，蛮像的。成人都说要减肥，可是我都觉得你们够瘦，胖胖的话还是要喜欢，对吧？嗯哼，瑞卡是不是又瘦了？你说我吗？我现在还好，看起来很瘦吗？全然太ってないよ、喜欢上那个时候的你。ありがとう。お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ルーカー、はい、晚安。脸
好像有比较瘦，对，脸比较瘦 ，Why？颜色了很多，我是觉得不管什么时候的鹿卡全都很可爱。ありがとう，谢谢你们。啊，对，那我继续讲运动会的事情。何話そうかしら。啊，对，立定跳远门。我是觉得不管什么时候鹿卡全很可爱。谢谢。啊，那。あと何の運動会の話題あるの？ね、ちょっと今見てみようかな。あ、对对对对对，運動会ね。虽然你们看那个影片，大家都跳得很顺，可是有些人的那个鞋子比较滑，然后他们跳就直，他们之后就直接跌倒，只是那个都好像被看。我只有跳一次，但是有跌倒的成员，他们最多的有跳三次。你跳的那个脸超满自信，因为我先看那个数字，然后我看到2420230，是耶。但是我发现我那时候跳的时候，好像右脚弯的比较下，所以。跳起来，左边会往后一点，所以那时候我看数字的时候，觉得哦，我应该有235以上，可是因为左脚没有超过235，蛮可惜的。没有，你那个脸很严肃，看不出来，有吗？我跳之前蛮严肃的。跳完就不会很严肃。长龙晚安。哦，对，然后，立定跳远。我个人蛮吓到，就是祖祖，祖祖比我想象中跳得蛮远。虽然他腿那么长，还是很为你开心，恭喜都第一名，谢谢。这两项我真的比较会的。ツインテールとかすることありますか？たまに。でも出かけるときは基本しないです。お。祖祖腿长优势不足啊，是没错。我看，哦，对，第二名跟第三名的成员腿都很长。易云前辈，他有160吗？我想一下，祖祖有170，佳丽前辈好像快170。髪を結ぶとイメージ変わるね。前髪すいた？前髪も長いって言われたんで止めてます。すいてないです。原来祖祖那不是祖祖是偷偷長いのも会跳。对呀。時を。然后，我个人，嗡嗡一开始 mic battle 的时候感觉很有气势，只是他跳的好像。好像还可以，好像还好的样子。Doji O， 啊，都誰かな？我觉得我之前在易云前辈公司资料的身高是163哦，了解。その歌は私が子供の時に歌った。あ、本当ですか？沢田賢治。
今日は光がやっぱ強いな。啊，对，等一下，我刚刚讲什么？我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我们班，哦，我们班最强的是我啦，女生第二个强的好像也只有200公尺而已。嗯，我觉得只看平均的话，嗯 ，Team TP 的成员大家都蛮会跳的。我睡吧。それで何を言うことない。ダラダラダラ。あ、まだだ。高速晚安。200公尺。200公尺吗？等一下。200え？待って。200センチ。公里？え？一公尺是，等一下，一公尺是啊，公分啦，哦，200公分，对不起，200公分。ルカ有听 SMAP 的歌吗？会呀、啊。今日は朝からスエの手紙の歌が頭から離れなかった。あ、スエの手紙？あ、スエの手紙がどういう曲だっけ？SMAP かしら。違った。あれ？聞いたことあるんだけどな。嗯，没关系，我现在才知道卢卡可以跳那么远。可是我之前跳的最远的是245，所以一开始，嗯，还是有点，有一点点不甘心。嗯，还是想说。我就想说，嗯、哦，已经不年轻了，跳那样已经不错了。哈哈哈。聞いたことある。ルカ这次24已经很强。谢谢。被谢谢上我的，已经很厉害，哪会不年轻？只是这种东西呀、啊，还是。17岁到19岁的人成绩最高，然后年纪越大越会，只是还好我没有退步那么多，嗯，我只能跳高，你身高而已，不一定呢，要不要一起跟我跳？主播喜欢什么玩偶还是喜欢我吗？我的娃娃呢？他吧，真假的？是不是卡？脚不要受伤，你跳多少都好。不过卢卡讲的很年轻，是吗？谢谢你。不是喜欢碰奖吗？碰奖是玩偶吗？碰奖是吗？哦，若日一下晚安。哎，我为什么你的阿雪有衣服？那是我小时候，我婴儿的时候带的东西。虽然现在说有点晚，还是要说露卡今天很好看。ありがとう，谢谢你。哎，卡吗？是毛小孩哦。啊、哦，对对，是毛小孩。没事，是给你换把大袜子。而且他还有袜子，对呀。我没卡哦，没卡就好。上次碰奖很害怕啊、哦，对，上次碰奖真的有点，心情有点不好。ラジオ配信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ラジオ配信って何？っていうこと？我至少比前算退步二七十公分吧，以前能跳270。哎、欸，
男生跳跃性蛮强的哎。只是你要不要测一下？但说不定这个东西不太会退很多。好吧，又是我手机的锅。ランライブのラジオ配信、そんなあるの？わかんない。一直で都没有衣服。あ、真假的？こちら画面大丈夫だよ。やった。ライトのせいか唇が薄いわ。先生がめちゃめちゃ高く飛んでたの可愛くて笑った。あ、上に飛んでた。え？ロール一下、谢谢上は简单。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そうだそうだそうだ。おや、我差点忘记问。所以你有衣服很奇怪，我也很奇怪呀。李佳学很常上镜头啊，但每次都全裸。对对对，那个啊，你们的阿公阿嬷有没有用手机？然后，他们过世之后，违约金是你们付的吗？ルカちゃんフラモブ出ない。え、ごめん、全くわからない。何それ。フラモブって何ですか？因为我现在爸爸的那个手机，早くまばたく。え、わかんない。何？全然わかんない。那是什么东东？这是我爸的手机呀。他我已经没有占用，只是，一般这种状况不用违约金，是说国税局可以，哎，是吗？要退掉吧？我原本我去那个，打电话去吵架，就是我原本想说，我爸过世，然后现在还有在用，只是我不想再用了。然后呢，我跟，等一下哦，手机公司吗？就是电信公司那边说，可不可以直接解约，然后不用付违约金？结果他说不行，还是要付违约金。可是不觉得很奇怪吗？他说只能用退租的方法，可是人都过世了，要退什么东东？应该不用讲，我也不想讲啊。拿什么证明去门市解约？应该是不会说。对，然后我直接给那边了，然后他说要那个亲自证明，然后我那个也给他，只是觉得他们说要付多少？9000，很贵。拿死亡证明就可以，结果他们说不行啊，还是我去的那个门市怪怪的，很奇怪，对不对？然后那边的店长啊，跟我不知道跟谁联络，是长官吗？这个不用，对啊，我也觉得不用付。弁護士か消費者問題、弁護士でいいのかしら？打客服去吵架，好，因为他们还问我。如果他过世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过来？可是我们要收集证明啊，死亡证明，然后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户头藤本嘛，啊，户籍藤本，那个申请要至少要点两个礼拜啊，然后要去大阪的那边拿公证寄过来，我还要翻译。然后给台湾的政府看，这个是真的。然后这样不可能很快就升起来，至少要3-4个月。心理的な問題言っとけばどうなんだろうね。付死亡证明就好，其他不用理。可是他们说叫我付啊。那个難しそうな話してる。打0800，收费同时录音。对啊，你们算外国人，这些资料都不好申请。这对，真的。真的很烦，来，我陪卢卡去吵架，我内心。卢卡下次要顺便录音，
卢卡走吧，你需要一个可靠的肩膀。对，大家一起去那个门市，还是我换一下门市。这种的你直接打客服，不要到门市，打客服的比较准，可能他们有拿账号去做其他事情，所以才压着你们要发。嗯，其实门市人很多都不懂，直接打电话客服比较好。提前出门一起走。电话费不要讲，对，然后后来那个店员说，还是你们要不要选择，就是不要用就不要用，不要付电话费，然后之后就不能用嘛，嗯，就是不能用，只是账单还是一样会寄过来就对了，嗯，或是直接找电信公司，不要找门市。哦，好，那我下次。等一下客服好了，等等，我先确认一件事，门号是你爸爸的名下没错，对，没错没错，确定是我爸的名字，然后死亡证明有，户籍的誊本也有，有翻译过，有也有公证，什么都有，只是没有的就是身份证而已。刚刚上完查了，不必缴违约金，但必须缴清电话费。哦，对。我们已经付了半年的电话费，这个应该没问题。这应该是各家电信公司的公司哦，那就好。その携帯会社働いてるお得意ね。それね。でもその人にどこ行ったらさ、うちの住所バレちゃうよね。店員的理由而已。啊，違うか。ここにその携帯会社が働いてる人がいないかってことか。そうだね、詳しい人いないかな。店員的理由而已，敢不敢快过去，跟节约又有没关系。对 ，Kate 晚安，不要乱听，不要听他们乱说，不缴电话费，等一下又不让你节约，你还是电话问客服比较好。嗯，其实我很讨厌打客服，但还是这个事情真的蛮重要。いや、こういう問題があるってなんとかプレッシャーかけてもらう。ああ。如果有电信业者阻缠，必须缴违约金才能申请门号停用，强制要求必须，续程过户者可以向 NCC 申诉。好 ，NCC， 这种没有违约的问题，人已经过世，你直接打客服。好，有人知道那个客服的电话号码吗？还是我自己查，这种没有违约的问题。对呀，真的，所以我真的不懂他们为什么叫我们缴违约金。哪一家的啊？大哥大，你要拿手机出来说用录音，不然都随便。好。要看你哪一家电信去查一下就好。好，啊，嘿嘿，但是那个就是我去那个门市的那个店员，其实人蛮好的。他们因为我妈听不懂中文嘛，只是不懂的是他们叫我们付违约金。还好我们那时候没有。就是傻傻的，傻傻的缴9000块，嗯，先打电话去问清楚解约程序。你上次输入你的电信公司客服电话，用户手机直播188免费，080900，好，好，好，我先记一下好了。对，我上次打的要，我上次打给悠游卡的客服啊，然后结果后来发现那是付费的，然后今天的啊，这个月的电话费啊，就是平常都是500多。就变成快700块，然后想说，啊，
怎么那么贵？结果发现就是上次打客服的时候，因为打得太久，是 卡妈听不懂，那为什么你听得懂？因为卡妈的中文很烂，不过他得了还要讲呢，很多，嗯，你这个月赚了多，就是上次客户好像打了15分钟以上，这边读书没关系，めんどくさいから。もったいないじゃん。それだったらもうずっと払わない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那卡妹听得懂吗？卡妹比我厉，卡妹的中文比我强。500多应该是包含上网费哦。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就是上网跟电话费，然后都多加市话的。嗯，客服没有免费电话，我真的不想打。之前去改账户，电话费多了，对，真的很烦呢、欸，好讨厌哦。我现在这么穷，不想再付电话费。那卡妹去翻译不就好了？卡妹哦，叫卡妹吗？她都懒得做这种事情啊。妈妈平常叫我翻译。妈妈这边是这样，在台湾不会很不方便吗？对呀，所以她常常利用我。免费电话，现在卢卡家是看越小越台湾带，谁中文就好。だって3万ぐらいで3日悩むなら、その3日で稼げるし。いや、台湾の3万と日本の3万一緒にしちゃダメよ。不能。日本的3万块跟台湾的9000块的那个价值真的不一样。手机的市话本来就比较贵，携带的高かと思ったら、ランライブの課金だった。原来是卡妹懒惰虫吗？对呀、啊，ハリさん絶対アプリで課金してますよね。あ、ネットの方がいいですよ。如果要去门市处理，最好去直营门市，去特约的问题会比较多。哦，对，我上次就去那个，我一开始去的地方不是直营门市，然后他们说。我们不是直营的，所以不知道，所以我才去直营，结果他们叫我付违约金啊，所以觉得好奇怪。日本的三万块很少，去一趟握手会悟饭就没了。对呀、啊，不一样。以后 Google 你如果要门市出不用那个，以后 Google 加上免付费再确认一下客服电话。素晴らしいね。この前知って驚いた。ネットでも繰り返しかできないよね。ネットの方がいいんですか？ですね、アプリのやつよりネットで変えた方が、あれ、なんだ？利率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利率っていうのかな？わかんない。对、你们换浪花的那个是在手机换还是电脑？电脑那边换。啊，说雷多雷多，哎，大哥大总公司在你们公司楼上，你上去找他们老板好，真假的，真假，我都不知道哎，我以为我们楼上是那个旅馆，谢谢大三三我 kiss 啾啾，电脑话能比较多，对不对？ランライブをパソコンでやる、パソコンの公式サイトの方がレートがいいです。ロケット分課金しようと思ったらアプリ課金じゃ無理だからな。あ、そうなんだ。電脳は月買ランは比較划算一点。課金だけパソコンでやればいいです。そうです。和月版買ランは大約1:8。手機買ランは有点、うん。手機 APP 直接扣款比較貴。幸福晚安，但网页要怎么登录？网页用手机登录吧，刷卡或超商付费，乱花比较多，Google Pay 比较方便。哦，哒哒哒。
啊，对，今天卡妹不在，我妈也不在，所以我可以很大声的唱歌，棒棒。对，我现在突然发现，我妈今天跟她朋友出去玩，出去吃饭，然后我妹好像去面试，但是手机可以买30块钱的，我5000都买这个哦。如果一次买100万台币，好像可以1:10哦，真的、哦，嗨起来！对，家里没大人，呼呼呼 ，Friday， 什么哈姆太郎？我再听一次罗新优开哦，真的吗？卡妈怎么常出去？也没有常出去玩啦、啊。他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跟你们说。绿绿当时まだステップ踏んでもう恋に溢れた昨日はバイバイなのさ。卡妹跟卢卡很像吗？我觉得不像呢、欸。啊、哦，可是那个安安跟安安的妹妹蛮像。从开机之后算多了。绿绿，哎、欸，好吵哦，等一下。窗户关一下。束縛されなくなったから外で遊んで、いや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けど、でも前までは母も仕事してたから、今はしてないみたいで、あ今はしてないみたいとかしてないので、卡妹会很急着找工作、あ没有、他收到有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公司叫他就好就是找他来。找他当翻译人员，所以他说：“哎、欸，看起来蛮有趣，先面试看看。”卡妹到底是你妹还是安安姐姐？卢卡会跟卡妹吵架吗？以前比较会，因为你在忙直播的时候。だから安い方の家賃取ったのね。うん？どういうこと？不是那种公司啊，对。晚上面，哎、欸，没有，他中午就出门了，所以他现在可能在那边玩。面试后就，等等，那一样也可以找你当翻译呀、啊。就是，可是那个公司就有那个月薪，也可以加入劳保，比较，就是上班跟上班族一样。你是上班的，他应该对不对？那你个？私名前の後ろにウェブって書いてある人はパソコンからランライブそうです。カメシーカイゾーの方同時你可以问看看豪言有没有缺翻译，应该不缺吧，我们公司其实很多人会那个，很多人会日文。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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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回啊，他说我妈一年后应该会回日本，所以他那时候想回。碰奖，今天家里只有我跟碰奖而已。咦，看得到碰奖吗？今夜だけでもシンデレラボーイ、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本家どこ行くの？間違った。レクは晚安。本家吃饱了吗？嗯，我有给他吃的东西，肉泥罐头都给了。好幸福的猫咪哦。どうした？寂しかった？
今天碰见看家，这首歌是什么？我居然想到心连心，这首叫 Dancing Hero， 然后英文原曲叫 Eat You Up， 虎みたいでかっこいい。ポンちゃん椅子座ってるかわいい。本当だ。ポンちゃんそれ お母さんのリュックだよ。那个黑色的包包是我妈的，不是我的。破姐今天心情又不好吗？今天还好，她今天比较爱撒娇。旅馆晚安。今天因为 我上次播两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只播一点半小时，或是我今天也播两个小时，然后这礼拜天播一小时也 OK， 我在考虑要怎么办。有一点不是干的回忆呢，应该，当当当。爱撒娇，但就不是会跟卢卡撒娇。今天可以早点休息。Why have you wanted to do it give up？ 1985年的歌。ちなみに最近major に会戻りたいって言ったの寂しい。对，他因为他的家人都在日本，所以应该真的蛮还是想吃一点我比较好，一小时太快，好像也是。じゃあさっき露心歌歌ってって言われたから露心歌歌おうかな。よーぞよーぞよーぞ。はい、ポンちゃんよく泣くね。はい。かわいいな。ロリー、下星期送我新字怪。那台湾是不是就剩你？之后就会真的会这样。ポンちゃん。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よし。ポンちゃんない方面。これはいざりえ。街明かり華やかえてるな。水の冷たさ。眠れない小銭に全てが急速に変わる。焼き付くような胃の中、全てがそう嘘なら本当に良かったのにね。光の溢れる昼下がり、君の細い喉が跳ねるのを泣き出しそうな目で見ていた。你们的耳朵会坏掉。我登って行く音。ちょっと待って。歌詞探す。少し尽くしんでゆく世界。君の首を締める夢を見た泣き払い。
完全に酔っ払いのおばはん。何が？初音ミクよ。あ、でもこれ歌ってるのリンちゃんか。ジーン、リンかな。ジーン、イン、リンだか。両親やテレビの司会者やそこにいるけど見えない誰かの笑い声を押して反響する、あれどうして耳鳴りが消えない、やまない、あれどうして耳鳴りが消えない、やまない。はい、感想。感想タイム。ポンちゃん在何？对呀、啊，ポンちゃん在哪里呢？啊，ポンちゃんおいで、ポンちゃんおいで、ポンちゃん。啊，ポンちゃん。他躲起来了。ポンちゃんなんか紹介してる。巻き上げく夢を見た真夜中の部屋の広さと静寂が胸に痛かった、上手に息ができなくなる。ああ、河原にさ飛び込んでみたら、そしたらきっと眠るように消えていけるんだ。僕のいない朝ポンちゃん明かりが嫌いなのか、多分明かりが嫌いなのかな。ポンちゃんバイバイしよっかじゃん。次はね、違う曲歌おう。ポンちゃん出ちゃった。没有原本那边要那个喊超大声，等一下，我怕你们。Sorry, sorry。先，换一首。对啊，开门竟然秒出去。啊啊啊啊！隣の人に助け求めてるって思われる。恋人よ、僕は旅立つ。東へと向かう列車で、華やいだ街で。家の贈り物探す探すつもりだ。いいえあなた、私は欲しいものはないのよ。ただ都会の絵の具に染まらないで帰って、染まらないで帰って。ポンスケ、ここのやつはうるさすぎる、早く逃げた方がいい。恋人よ、半年が過ぎ、会えないな、泣かないでくれ。都会で流行りの指輪を送るよ、君に、君に似合うはずだ。星のダイヤも海に眠る真珠も、きっとあなたのキスほどきらめくはずないもの、きらめくは
错。是乡下人，可是男主角去东京上班，然后他越来越变，东京人，应该说什么，像都市人，然后像在那边那个女生在乡下等等那个男生，然后他希望那个男生，不要变，不要不要变，只是他最后还是，还是说我没办法回，我没办法回那个乡下。我喜欢 Berry's Cove 哦，那我找一下 Berry's Cove 的歌。Berry's Cove 啊，歌った曲あったっけ？啊。ジンギスカンぐらいしか歌えないわ。遠距離恋愛。そう見下手くそ。え、じゃあカニさん説明して。あ、これもちょっと高いんだよな。画質が悪い。然后那个男生在都市剧，这个我就不知道。我是中国大陆人哦，欢迎。OK。歌詞がわからない。ジンジンジンギスカン。Hey brother, oh brother, nice brother, oh brother, ジンジンジンギスカン。
然后有一个日本的偶像团体，他们就是翻唱这首歌，就是 Berry Scoville。ココナッツわからないの？え、ココナッツ？いいけど。待ってね。ココナッツ、無駄に疲れるんだよね。ここそこであそこ、なんだっけ？ここそこあそこ見つからないぜ。ここそこあそこ見つからないぜ。パパイヤマンゴーココナッツかき氷いちご味ベロを出したら真っ赤っかアイモーション残暑水着小水じ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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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んココナッツガチガチに燃えてるお日様場所はどこだつベイベー待ちわびた季節はサマサマ思い来て買っちゃったビキニすっごく出るけど負けらんない日焼け止めココナッツフレーバー私はココナッツベイベー紫外線ココナッツレーザー東急ズキュ君の視線心臓大爆発ココナッツベイベーかきかけココナッツベイベーさあさあさまっぱい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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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ッツコ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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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ッツココナッツヘイもうカニさんのコメントしかないじゃん。好、看一下歌。何がいいかな。近くにある曲でいいや。あ、この曲これは似合わない。ブ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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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ンフルエンサー。ブ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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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ンフルエンサー。いつだって知らないうちに僕は見回している。君がどこで何をしている気になる声くらいできればいい誰もが思うだろう君がいる場所がわかる僕には地図になるんだ気配以上会話未満恋はいつもよそよそし胸騒ぎが聞こえないように世界から言葉なんか消えてしまえばいい地球と太陽みたいに光と影が生まれて君を探してわかり距離は縮まらない重力引力惹かれて1から10まで君次第存在するだけで影響を与えてるインフルエンサーブ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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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インフルエンサーはいツボかわいい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この曲のジェスチャー難しい。あ、对。听说很难。我也不会跳。おいでシャンプー。ラタラララタラララ。あ、あれにしよ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よいしょ。
먹으니까. 오 좋은 사마 너도 가까라 가라 겐가이 기르니니 하쥬슨데 쥬 니만나니 이케테루 히토가 이이 이이에 히토나라 다레데모 이노 제타쿠 이와나이 한게 오이시소나 우토쿠노 코치리 This is Idol Master だか。いいものあげるくらいで、思わせぶりにウィンク。はりかみながら目を伏せて、パッと待って、カップやってチューッと吸って、はぁ。しゃなりしゃなりお嬢様。かよらいオーラで惑わせる。瞳見たら釘付けよ。青白い肌、赤い唇、パンパイアガール、キュー。そう、アイマスです。お嬢様、一番好きなあなたを前に発狂寸前、キュー。私は乙女チック、好きだから。あなたに気が離れられないの好きなんだもんなんて美味しそうな匂いなのチュルアイロンアイロンおーシェシェ真正目覚めるくらいで甘い吐息が得てるダメよいけない聞いてはダメギュッと抱いてチェックしてパッと引いてはぁしゃなりしゃなりお嬢様100年生きてるロリータ愛した人には背を向けてルビーの人に濡れたまつげのバンパイアガールチュー今日はウェブの課金諦めてルカちゃんの歌聞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タピタロさん、シェシェさん、ワラウ。シャナリシャナリお嬢様か弱いオーラで惑わせる瞳見たら釘付けよ青白い肌、赤い唇シャナリシャナリお嬢様100年生きてるロリータ愛した人には背を向けてルビーの瞳濡れたまつげのファンタイアガールキューミキと高根と響きトイエクアさん知道小琴也可以小琴可以小琴前辈可以跳这首歌所以我之后想跳这首。欸快一个半小时了。那我先验贡献盆。嗯哼。欸这个下面的那个 Super Dad 是什么东东哦原来是父亲节的礼物。ハリさん、パチパチありがとう。ちょっと待ってね。下次是什么时候播？下次是礼拜天8:30。耶！ちょっと待ってね。等我一下哦。
OK， 独家追踪按起来，谢谢。后天再见，好的，后天见。嗯。很行。好，今天的第十名是甲骨文，谢谢甲骨文。今天的第九名是怀怀，谢谢怀怀。今天的第八名是尼巴桑，谢谢尼巴桑。今天的第七名是田中豆粒王，谢谢田中豆粒王。今天的第六名是贝，谢谢贝。今天的第五名是玉安，谢谢玉安。今天的第四名是若日一笑，谢谢若日一笑。今天的第三名是斑兔，谢谢斑兔。今天的第二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然后今天的第一名是玲玲的保护队，谢谢你们。什么时候成为正式生？我不知道哎，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今天可以早点休息了，享受一下一个人在家的感觉。好，我应该等一下还会练歌。哎，若日一笑辛苦了，谢谢你们。那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我先按回猜，然后跟大家说拜拜。那你去过关呢？加谁哦？大家谁呢？回猜，回猜。这首吗？对呀、啊，我蛮喜欢 I Two One。パソコンから見るルカちゃん可愛い。ありがとう。回猜も終わったし、おやすみなさい。ルカバイバイ。大家バイバイ。よし、さよなら。え、强大一声现在回来，我要拜拜了。谢谢送我再见，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